各位早晨，欢迎收睇今朝早嘅天气报告，我系梁丽丽。先睇睇出边嘅气温，喺今朝早六点，各区气温咧普遍都系介乎27到29度之间。咁而喺雷达图像咧就可以见得到啊，今日我哋受住咧西南气流所影响啦，咁所以珠江口附近咧都有啲零碎嘅雨区发展，为我哋带嚟几阵嘅骤雨噶。不過大範圍的衛星雲圖我們就可以看到整體來說在南海北部以至到華南地區雲量都是相當之少，而雲與雲之間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們今天在日間都會看到不錯的陽光，而且天氣都會頗熱下。日出之後我們在長洲望出都看到天色是不錯的。所以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就是部分時間有陽光，也有幾陣的驟雨，日間會是炎熱，市區的最高氣温會上去32度左右，而新界就再高兩三度了，風方面就會吹和緩的西南風。而今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預測會是11，強度是屬於極高的，所以大家都要注意防曬。而至於嚟緊嗰幾日天氣咧，我哋就繼續咧會係受到咧呢啲西南氣流所影響啦，所以我哋天氣咧都會係驟晴驟雨啦。咁所以展望方面啦，未來嗰一兩日咧都會有幾陣嘅驟雨，而日間咧都會係短暫時間有陽光嘅。今日天氣咧就講到呢一度啦，多謝大家收睇，祝大家有個愉快嘅一日，再見。